手游酷玩。有美女耶。你干嘛打我？当着我的面就敢看别的女人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啊？那又怎样？你别欺人太甚。欺负你又怎样啊？你再欺负我，我就揍你儿子。你敢？你竟敢打我儿子，我也要打你儿子。做他们的儿子实在是太可怜了。儿子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还没结束吗？